是刘新杰。哎，睡了吗？没呢。哼，有点失眠吧？有点吧。哎，是不是感觉后脖梗子发凉啊？去你弟吧！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是告诉你个好消息。边日南麻药醒了，一切正常。好消息啊！臭小子，你那一枪打得可太准了。行，睡觉。撒尿得了。他虽然伤势较重，但毕竟是活下来了。你给我几个人，我把他救出来。不，该做的你已经都做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水手启用周汉庭之前犹豫了很久。周汉庭曾经暴露过，他是否还会被敌人找到，这是无法判断的。水手只能选择恢复工作，同时承担可能带来的危险，哪怕这危险首先指向他自己。你是老周吧？我是水手。边一南出事了。我知道。八局的朋友跟我说了，伤得不轻，但是没有生命危险。现住在胡长广纪念医院。从伤的情况来看，敌人暂时动不了他。所以咱们还有机会。我们下面需要做些什么？医院那边有咱们的人吗？有一个行动小组，只是医院里的戒备很严，他们接近不了边日南，只能在外围打听点消息。我知道，你通知他们，随时做好应急的准备。这个没问题，我只是担心，一旦行动起来，怕人手不够。特派员从南京回来了。这是南京方面派来的所有人的联系方式，你马上集合他们，随时待命，等我通知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要是提前给我打一个电话就好了，我好去接你。这要不是老谭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今天回来。主要是学校临时有事儿，就安排我先回来了。是不是我突然回来，你不是很高兴啊？高兴啊！怎么了？有一辆车从这儿过去散会，
跟着我？没有，我就是有事儿想跟您谈谈。我知道我不该在您会女朋友的时候打扰您，可我这事真的很急。说吧。军事法庭的人是不是前几天找过你？找过我，我把他们打发走了。我知道我的事很麻烦。那次行动中杀死的人里有几个是高官的衙内，所以我知道，有人一定要让我死。可那不是我的个人行为，那是任务。我跟他们打过招呼，他们说等你执行完这次任务再说，到时候我再给你想办法。可我的任务马上就要完了，刘处长。当初就是您从监狱里把我弄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您还得帮我呀。我教你个门道，你自己记住。只要你人在局里，我就能保住你的命。如果有什么机构跟你谈合作，你千万不要答应。比如有人会跟你说让你二次入伍，放弃身份，那个时候你千万小心。记住了。的一个同事，他是在跟踪你吗？不是，他是有事情要跟我谈，看见咱们俩在一起，有点不方便。他是不是带来什么坏消息了？干嘛这么说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这个人挺可怕的。你的感觉挺准的。是吗？对。我这方面挺灵的，我爸就说我这点特别像我妈。好多事情发生之前，我都有预感。你现在有什么预感？说不清楚，就是有一种悲伤的感觉。你怎么看我？看你。对我有什么感觉？复杂，段校长，稳重，谭中树，多变，就一个词，就一个词儿。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词儿就可以形容一个人。刚才那个人，你觉得是可怕？其实这个词儿不是很准确。应该是死亡。新的审问方法，哪儿学来的？跟外国同行交流的时候知道的，就是用一种药物来辅助审问。怎么用？有什么作用？很简单，静脉推注，几分钟之内让被审问者丧失主动意识。丧失意识不就是昏迷吗？那还怎么问话呀？注意啊，丧失的是主动意识，而不是全部意识。这种药物可以控制被审问者，减少他说谎、拒绝回答问题的能力，使他进入一种催眠状态。那也就是说，被审问的人说的全是梦话。不管他说的什么话，反正说的都是实话。行。像边日南这样的重伤员能用吗？有危险吗？能用。这种药物对人的生理指标影响不大。哎。齐处长，有这么好的办法，你昨天晚上干嘛不说呀？昨天晚上没把握，我今天一早才落实。药你搞到了？已经搞到了，而且外国同行还派了一个审讯专家来协助我。好，你去吧。这样，你跟李博涵一块儿去。好，我先去接专家，然后去医院跟他会合。如果药物催眠真能让他开口，不管是说胡话还是梦话，只要说出那个名字。那就成。处长，您要出去？我要去医院，什么事儿？有个事儿跟您汇报，占用您一分钟。一分钟。有一个寄给您的包裹是昨天到的，一直没时间给您。谁给我寄的？是马处长的房东寄来的。马蔚然的房东？对，我核实过了。东西是马处长几天前交给他的，他是按照吩咐昨天才寄出来的。
都有谁知道他给我寄东西了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没有姓名和地址，是保密邮件。那你怎么知道是他寄给我的？我看是寄给您的，怕里面有什么危险物品，就打开检查了。您不会怪我多事吧？不会，你处理的对。对了，东西呢？一把钥匙。我没告诉任何人。包裹的外皮呢？我替您销毁了。谢谢。这位是李处长，这位是中情局派来协助咱们的药物审讯专家张先生。李处长，情况我都了解了，一会儿我来提问。喂，啊，我就不去了。你不来了？你们好好聊吧。好吧。哎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事儿啊，徐培林已经开始审问边日南了。这么快啊？你不怕出什么问题啊？出不了问题。徐培林找到了一种叫做药物催眠的新方法，不伤人，还能让对方说出实话。那太好了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不用了，你多喝几杯吧，啊，等着好消息。没问题，奶油拿来。大夫，麻烦给看一下他的情况。段太太，你好，我是刘新杰呀。你好，段校长呢？他出去了。出来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中午就出去了。哦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好好好。好，再见。一切正常。谢谢。可以开始。护士过来一下。给他打一针。他打了。
刘新杰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地步，边日南一开口，自己和水手就将同时暴露。最令刘新杰懊恼的是自己造成了这个局面却无力挽回，现在来不及犹豫了，去拼个鱼死网破或许还能保住水手。这时刘新杰突然发现他走不掉了。我问你，你给我拿的是黑牌威士忌吗？你再说一遍是，你信不信我大嘴巴抽你？说话！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这是中餐厅，没有正牌的洋酒，而且谭局长每次来喝的都是茅台。下回没有就告没有，不许给我上假酒，听见没有？给我换茅台。啊，去去去，去给我换酒。可以开始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答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别事儿呢。你是什么地方人？你是什么地方人？朝鲜。你今年多大年纪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答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全行者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全行者。你今年多大年纪？你今年多大年纪？40岁。你是什么地方人？真实姓名是什么？停电了。接住。局长，怎么回事？上。水手的真名叫什么？水手叫什么？站住！干什么的？醒了以后一定要保持松弛，呼吸急促或者肌肉紧张都有可能导致大出血，命就保不住了。放心吧，
我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呼吸急促或者肌肉紧张都有可能导致大出血，命就保不住了，命就保不住了，命就保不住了。处长，有武装分子袭击。看来有人要劫持人质了。加强警戒，是。命就保不住了，命就保不住了。我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病人出血需要手术，赶紧手术啊！可是没电做不了呀。什么时候来电？什么时候来电？还需要几分钟？还需要几分钟？快，安住他，快点！